小姐，都磨半个时辰了，这簪子戳石头都够了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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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要？你们别管。小姐，可千万别做糊涂事儿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都别管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可以救他。你别忘了，一炷香之前是你亲手拦住我去杀他的。如果我不拦你，你便真会杀了他。小嫂子，我赫连已用性命向你担保。三哥可以骗天下人，但是他不会骗你。他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爱，在他的眼里，做得好就会被奖励，而做得不好就会被抛弃。何莲心，你若想给我真情，我又怎会无动于衷？公子真的会为吕北义豁除剑籍吗？只要我哥哥在世一天，无论我做错什么事，公子都不会杀了我。你想干什么？穆寒瑶，千算万算，没能防住你这风尾一阵。公子的赏，婢妾担不起。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把我灌醉，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了。丫头，你恨我吗？恨之入骨。
小姐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且歌院呀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公子一早派人把奴婢找来，说小姐喝醉了酒。小姐，你怎么会喝这么多的酒？